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谈判锦囊为各位谈到谈判的人和事。那首先呢，进入到人和事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先讲个概念哈。我常跟很多同学讲说，我们上谈判桌，我不是光是跟对面那个人谈呐、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是要拉高，我们看看桌上桌下有哪些人。 哪些人？那看上整个局，哪些人影响什么事？什么事影响什么人？然后我决定我从哪里来切入。所以这一步一步来想。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人和事中间的关系，人带事，事带人，是吧？人带事呢？比如说，呃，我我们两今间谈判，我们今天谈判，那么于是呢，我想我们两今间谈判，我想把个张三引进来。张三呢，他是我这边的。 如果张三进来，那三个人里面两个就是我一边的了。可是我怎么把张三引进来呢？我如果直接跟你讲说，我把张三引进来，那你搞不好就有警觉性，你不见得很高兴。于是我可能跟你讲说，哎，呃，王先生，那今天呃，我们两个人今天桌上谈个 A，A 如果光谈 A 不够完整，如果 A 要谈的完整，势必还要谈 B，势必还要谈 B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你你你就说好啊，那我们谈谈 A B。 跟我们两个谈 A、B 谈了以后呢，发现我们两个谁都不是 B 的专家，谁是 B 专？谁是 B 的专家？张三，所以因为谈了谈了 B，所以我们引进了张三，而张三跟我是同一边的，所以张三一进来以后呢，我们整个权力关系开始改变，投票表决，那我就两票，你就一票，对不对？我就用事情引进这个人，这事情带人，那有的时候呢，人会带事。 比如说，我们两间谈判，谈判就不知道怎么讲。张三也参进来谈了。张三参进来谈，我们不疑有他嘛？就张三他参与以后呢，他也有一些意见，他也意见，他说：“哎，光是谈 A 不够啊，呃，我觉得我们要谈 B。”所以张三呢，他带进来了这个事情，而 B 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事儿，没准备好就一谈 B，哎，我发现原来谈 A 问题的时候呢，我是基于一个利呃一个优势，一谈 B 了以后，哎呀，一下子我捉襟见肘。 我一下子发现，哎呀，我这个没有准备好，一下子就我的破绽百出。所以，我其实我如果早有这种警觉性的话呢，我如果想到张三如果进来，就一定免不了会扯上了 B，而谈 B 议题呢，对我来讲是不利的。所以我根本就不要把张三扯进来，就是我不想谈这个事儿，我就别碰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人会带事，反过来，我们前面讲的例子呢，就是我谈这个事。 那么我希望能带进这个人，所以人带事，事带人，人带事，事带人。一进来以后呢，权力的天平就开始改变，有新的议题进来，有新的人进来，而谈判的我们争争论的焦点也可能产生模糊。所以争论焦点模糊，人事一改变，这整个局就重洗了。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啊，那把这个局先看清楚，要这个人，要这个事。 人事一进来，然后权力改变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在谈判的时候、啊，哈，你要不要要不要引这个人，这个叫做谋；你什么时候引进来，以及怎么引进来，这个叫策。我们常讲出谋划策，就这意思嘛。而出谋划策的重点就是你要拉高，你要看清楚在整个局，我们才能够做最万全的准备。你要不要顺着这个逻辑，你去想一下，你下面的谈判你该怎么做？我们下次再见。